哦，哎呦哎呦哎呦哎，我生了，我生了，那这样会我三十了，这样有恋爱的感觉吗？啊、嗯，可靠的男人会让人家想结婚呢。哎呦，我生了，小孩叫啥？贺哥，小孩叫啥？哦，啊，什么？喂？啊，喂？喂？阿婷的时间呢，来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款游戏是由林奕晨代言的 3D 放置型手游，大家可以上官网看一下，它开服有一些活动，有一些送一些十抽百抽啊，详细资格可以去官网看一下。苍穹之枪，这是好像最强的苍穹之枪，前天被六星的苍穹打爆。龙击，我看他配什么，他上山巡放置最新快乐躺赢，兄弟们升级。啊，你现在玩到哪里？听说我现在、啊，听说你今天想要找一个白马王子带你一起玩，没有错，需要一个腿腿带我飞。啊，你现在玩到什么进度啊？我现在啊，我现在24等，24等，你还要我带啊？因为我早上就想说随便玩一下，就玩到上头。哦、你哎呀，我挂机领到26等了，我现在。我放置到26了。你该不会战力还比我强了吧？你现在战力多少？我84。哎、欸，你早上就玩了吗？我早上才左上角人像系统设置，它有一个加速信号，12倍闯关超快的。真假啊？有加速闯关？加速闯关？哦、真的哎、欸！哇、哦，这样子啊？对，真是哇哇！哎、欸、不，可是我现在要。要怎么刷呀？那个挂机，那我就挂机等级领了吗？哦，号角，你看右下角有个号角，哦、那个号角可以、哦看到这个、可以速刷，快速战斗啊！对，然后你3次里面刷完还可以用钻石刷，那个等级就升超快。哦、哎呦哎呦哎呦哎，我升了，那这样会我30了。那你有没有很佩服我？觉得我什么都知道，这样有恋爱的感觉吗？可靠的男人会让人家想结婚呢。哎呦，我生了，小孩叫啥？贺哥，小孩叫啥？什么？喂？啊？喂？喂？我现在在第几章啊？好像我看一下，要怎么看、啊？冒险。冒险。挑战。挑战。对。哦，你挑战中哦，你4-2哎，你推到4-2了。哦、那我们一起推，我要推到你后面了，在你后面，在你后面推，好的。哇，这游戏的这个光影特效做得非常之好啊。没有错，而且还有很多益智的环节，摆阵啊，还有什么属性的克制，非常的有趣。真的，玩法好丰富。哎，你龙几？我知道你为什么战力比我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龙脊之塔推到70级了，我才30几关。哦，是啊，那个可以，那很方便啊，那就一直挂着，然后就一直按下一关、下一关、下一关，就可以一直推。你真的是花很多时间在玩，玩上头了，真的很好玩啊。超值！我想说之前至少要稍微了解一下。这游戏不需要重氪，但是这个超值升值礼包超级缺，999%暴击，所以我才顺手买一下。但它其实是不需要重氪的，对吧？对，真的。你也没有氪很多吧？我就买那个新手礼包而已，新人礼包啊。欸、我看你赚也蛮多的，我们等一下来比抽卡好吧？好啊。我们来抽个100抽之类的，看谁五星比较多。可以，那有什么问题？那怎么样？输的要惩罚吗？输的要惩罚啊？那惩罚要干嘛？要改名字吗？我想一下，想一下。哎呀，特哥，你有加入工会吗？我还没加耶。我也还没加。哎，有啦，我们前天玩的时候有随便加了一个。卷卷好正，卷卷是谁？干嘛？没有啊，我跟他只是朋友，我跟他只是朋友。哦，那我也要加，你要加可以吗？好啊，好像不需要审核、欸，你直接加。哎呀，成员已满。怎么可能？那我要退了。卷卷好正，真的很满的、欸，还是你创一个。特哥创吧。我创、喔。我想加你的。你想加我？创建工会，这超值基金是不是要买啊？阿特好帅，请搜寻阿特好帅。好哦，好哦。有什么？你干嘛？你干嘛想一下？可恶，我还想
想说你有没有看一个什么婷婷好正之类的，结果并没有，我太失望了。没有，哎、欸，婷婷好正是要放在心里面想的，拿出来说很低俗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放在心里想。你看这，一婷已经是我的人了。啊，怎么是？那我们要现在抽吗？对对，100连抽。啊，你要不要想惩罚？想惩罚哦。对啊。想一下，想一下。我全力配合，好不好？特哥，常有爱爱，特哥常有爱爱吗？啊？喂？妈？喂？喂？喂？你刚说什么？我全力配合，好不好？不然我们惩罚私下再说。好啊，我们私底下惩罚就好。干嘛给我弄这样？好，好。那先抽喽。100抽。现在开始哦。先100抽是不是？是是是。看谁五星比较多。好，五星比较多。好 ，OK OK。我十之一，我抽了，抽了。哎、欸，干嘛？一只了。你一只哦，那我一只，来20抽。什么？你20啊？哎、欸，感觉我要被你惩罚了。哎呀，你也没有吗？两只。啊，好，我还是一只，30。好。我两只了，哎、欸，我好像抽到好几只骨神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好像三只。你现在是30抽三只吗？对对对，30抽三只。天哪，也太好抽了吧！啊、我30抽两只，每次抽就有一只，哎，我比较衰嘛，来40抽。哎、欸，我们抽到一样的、喔，对啊，我们量子纠缠哎，量子纠缠，嗯，你抽到我也要抽到这样。对 ，Hello， 哎、欸，又是断剑骑士，第40抽。哎呀，又有了！哇，每十抽都有一只五星，也太佛了吧！50哦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、我，哎、欸、我又抽到了。我又没了。60抽。哎呀，我每一个都有五星，好扯。啊，60之4。现在几了呀？我现在几了？你60之6不是吗？你每十抽都有啊。哦，我是说冰雪之灵。我6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虽然很黑，但是我抽到的都是重复的。我今天七张了，七五星了，哇！那、啊、你70抽七张哦？嗯。哎、欸，我还是4张哎，为什么啊？哇！80。你现在第几抽？我80抽，然后5张，荒野女猎人。哎呀，这个没了。没了哈，换你没了哈。没了。那我们只差2张哎。哎、欸，我80之5，你80之7。我80之7。好。90，哇，好没了。哎、欸、呦，有我输了，我90之5哎、欸，我90之8了，我要自杀了，除非这中3张。啊，中3张，哇，我100之8了，80%，啊，我输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私底下。要爱爱要爱爱哥哥，我要你的爱，没有爱爱变老态。哦哦哦哦，丢脸！等一下来 PK 好不好 ？PK 是什么？要打架吗？不是打架啊，交流，深度交流。可以打吗？我感觉我很猛了，可以啊。我这样是最猛的阵容了吗 ？OK， 这战力可以吧？不丢脸吧？先打打看吧。先打打看，反正我会很温柔。好，按喽。好，战斗开始。哇，好疼呀，特哥。哇，好硬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前面那只怎么？哇，我很硬吗？对，你前面那一只。哦，真的硬，但是我有一只被你秒掉了。你那个，你那个龙鸡。哎、欸，我后面的2只要死。你那龙鸡有点狂。哎、不是哎、欸。是哇！我有一只开场，我的100等龙鸡直接被你秒，硬不硬？哇！是不是硬到受不了，倒光了？啊！受不了，太硬了！不行！哦，现在这把好像猛哎，有机会吗？不是你那个175级的苍穹，怎么回事啊？哎、欸，感觉我们两个打起来蛮合的。五五开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不对哎，好像我们打起来蛮合的，很激战，很激战。有来有往。不管结果谁输谁赢，有没有？我们很激战哎、欸，天哪！哇！我们打起来好合哦、喔。哇，真的是有来有往哎、欸。什么时候有空，我们再约时间打一下。好啊，我们观台就可以开始打了。
好好好。